哎，刚刚有看到你们有给自己画画像的，没错，嗯，刚进来就画了。第一个是奥利，第一个是我，嗯，这直接签名了，直接，嗯，我是没认真读，我以为就签个名，然后结果我画完以后，发现我这签名挺像一个脸的，也挺像，也挺像的。O 跟 E 像个那什么，咱俩没签名。哎，这不用，这得猜，得猜。哦，猜一下。没写名字的，你猜一下。没写名字的。对啊。好，太抽象了。这样你猜猜我的，你猜猜我的是哪个？你的应该是最下面的。哦，嗯，对吧？对对对对，嗯、最下面的，最下面的。不是，问题是都不像人，都很挺吓人的。我的不像人吗？我的挺可爱的。我的很像啊。哎，除了外貌特征，你们会觉得自己身上最具有偶像潜质的是什么？都沉默了。这个问题可以江欣希回答一下。嗯，我加一。来，听你展开说说。展开说说。你说的多一点，我们就可以不说了。坚持吧。坚持。哇，一下就把这个话题拉高了好高的一个层次。对，我觉得坚持很重要。好厉害啊，一下拉高了，好难，我们之后怎么接？这个不是挺那个的问题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坚持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到位的到位的。因为前面有很前面会有很大的很长的一个练习时间，然后很多人会在中间都撑不住就走了。其实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他练很久。郑婷，我当时我那个录《月行记》的时候，嗯，他那时候已经在一年多了吧？啊，多久啊？你练习多久？四五年。哇，那你跟我差不多。那倒没有，那他很久了，他很久。没有，就是、我说就练习时长。他很久，他很久。我在2018，你在韩国吗？2018年的时候。然后当时是我去找那个老师说这歌怎么唱，我有录音嘛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他说，哎，你这个头声怎么没有呢，全哲？然后他就帮我找，实在找不到。谁啊？然后他帮你？不是，有一个老师，咱那管练习生的老师，我找他上课。他说我们这有个练习生呢，他天生就有头声，嗯，把他叫进来给你唱一段，嗯，然后就把他叫进来了，唱一段，唱一段。我刚准备说《月行记》，然后一唱就有头声，来是你假唱，看北角西，来是你的，北角西假唱，我说怎么唱来着，忘了。Landing 吧，你不先唱 Landing 也行，好吧。趁现在乐园大门已经被打开，制造美梦跟我来。哦，他声音好，他天生就有，天生就有，对，他天生就有。就是你的偶像潜质就是有天生头声，天生就头，有了，天生头声。那欧你呢？转得好快。乌Q， 那金东兵的啊，金东兵可以啊。我感觉很想说话。嗯，新年快乐大家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我的偶像潜质是新年快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分组进行新春挑战了。新春挑战将分为两组进行 PK， 以我为中心。我的左手这边一组，然后右手这边一组，每轮获胜的队伍积一分，输的就要接受惩罚，最后获胜的队伍可以抽取新年红包，大家要加油。哇，新年红包。大家分别给自己取一个带龙的队名。龙抬头。龙抬头。画龙点睛。龙的队名，齐德龙东强，齐德龙东强是什么？一个梗。如果你最终没有成团，你会对自己说点什么？你也会对身边的兄弟们说点什么？好难。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没有想过。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会跟我的兄弟们说什么。
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什么。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吧。谁也不知道的地方。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挺好的，没事。没事，不用去想。这如果而已，如果而已，没有如果。没出的来我家啊。在你追梦的路上，最感谢的人是谁？为什么？我最感谢的人呢？一定是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人，对。啊，我？对。啊、哦，难道不应该是你吗？你难道不觉得我最应该感谢的是你吗？可能吧。对，你说。那我应该确实就是，不管是从舞台上的问题，然后就是到走这条路的一些问题，我都会去问振廷哥吧。反正一直是算是给我引路的一个人吧，就是我只是给了一些适当的建议，但是选择权其实还是你自己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你自己走挺好的就行。对，来，65位练习生当中，你最想一起成团的人是谁？可能星浩吧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来到这个节目之前，然后练习啊，包括就是生活，经常待在一起，然后就比较了解彼此，然后觉得。如果没能一起成团的话，就可能会有点遗憾。那如果你们两个人之中只能有一个人成团，好会问，好会问，加分题，加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发大财，对，发大财，发大财。那我们就边吃边聊呗。OK， 那我们开吃吧。大口炫，大口炫，大口炫，大口炫。我先喝口酸奶吧。奥利，你一般春节都是怎么过的？你能吃？没事，吃的，能吃能吃啊！我一般春节怎么过的？我一般就跟家里人，然后一起在老家，可能就一起吃饭，然后可能就见一见好久没见的亲戚吧。你老家哪儿？老家在山西，但是我在北京长大的。你们家乡都不在同一个地方吧？我东北啊，我东北啊，我知道。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吗？你们那？但主要是我是朝鲜族，我们那边会给长辈拜年，就是会给他们行大礼，对，行大礼，是专门的行大礼。在我小的时候，他们会穿就是朝鲜族的衣服，然后我们去给他们就是拜年这样，然后他们会给压岁钱这样。我们不是那种上来就说啊过年好，他就给你压岁钱，你还得背啊，你还得跪，他一定得这样，一定得这样行个大礼，要给他们行个很正常大礼。我也得磕个头，我小时候天天磕头，然后就是行得越好，天天磕头，天天磕头，初一磕到十五是吗？天天磕。我一般就伸手，哎，你看，我一般就伸手，新年快乐，有时候新年快乐都不说。Oh no， 主要你是发过年了，你要是给的那个是吗？没有，我，哎，是我现在是给的了，对。